好，我是翠翠。那今天呢是佑哥生日，就如封面跟标题所说啊，我在桃园火车站附近的一个超大的十字路口啊，租了一个广告看板，我直接破产了。所以大家麻烦把这部影片好好看完。今天同时也是我从月子中心回来的第二天，然后我在月子中心还帮佑哥做那个广告看板的图，我做的超紧张，因为佑哥随时都会过来看我电脑，然后我要赶快把电脑这样合起来一点。今天的过程呢，我还有加一些小小的闯关元素在里面，大家过程也不要快转哦，那就赶快开始吧 ，Go！ 佑哥生日，准备祝他生日快乐，这是我爸爸。偷看一下佑哥，他在帮酱油拍嗝。酱油生来呀，好满足啊！刚好你坐在沙发上，眼睛闭闭，继续闭着哦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他每一次叫我闭眼睛，就是一定有什么东西要改变，所以我的手已经举好了。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。第二个就是希望沾酱油能赶快长大。第三个取在行李。蛋酱长得一模一样，好了，吹蜡烛，呼呼，现在有了蛋糕，礼物在哪里呢？礼物你现在就要跟我出门去寻找它，你就是最大的礼物。哎，很会说话哎，小朋友，快快唱。哎呀，真的！佑哥究竟在做什么呢？晚点解答。今天寿星所有的事都由我来做。哦，老婆代劳了。这个快快乐乐的出门。很明显，平常就是没办法穿外套。帮你拉拉链，有没有觉得特别窝心？拿不起来，等一下。逼，再抱一个。哎呀，好，那我就准备出门喽。拜拜，等一下回来。翠翠已经一两个月没有骑机车了，我很担心他骑机车带我去田里面，直接带你上天堂。看来佑哥完全没有发现，我忘记怎么开后车带了，怎么办？先熄火。啊，好想起来了。真的能平安抵达目的地吗？来，拿去换电池。很重吗？太重了。你不要演了，太演了。究竟多久会发现它的背后贴了这个东西呢？换好电池，来到下一站。我们现在终于到了桃园车站，你要开始你的第一关任务啦！任务大同路24号车轮饼。没错，你现在要去这个地方。在哪？我也不知道。我问你哦，如果有人跟你说生日快乐，你会怎样？我会扁他。为什么？我先帮他们扁你。走走走。我学会上三角。看到了。看到了。这里。你要去跟他买一个。要吃吗？不要，你买你的。来，钱包给你。拿到钱包开心吗？有钱吗？没什么钱。目测约60元。买好车轮饼啦。吃这个芋头。你把这个吃掉，你才会拿到第二关。好吃，你比一个超赞，然后说超好吃，超赞，超好吃。你要很夸张的说超好吃，超好吃。应该没被看见。那你在吃的时候，我跳3秒的舞给你看。老公，生日快乐！觉得我跳的怎样？150分。你永远3秒，你永远时间比我跳舞时间还久。然后吃完了，马上来到第二个任务，看看。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这是你刚刚吃的红豆饼，然后说炒菜，这写的超好吃。看另外一张纸写什么？中正路47号的松饼，酷狗地图看起来狗狗狗。那我这么可爱，几号？几号？那么跟沾酱油一样可爱。白眼回击。好，去找第二关。等一下哦。让我们往回带转，原来是一言难尽。好啊，快走快走。先生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你好。你要问我怎么知道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是你告诉我的。你昨天没睡饱。你都怎么回答？超烂，废的。幼稚园。前往下一站松饼，来到了刊登广告的十字路口。还没看到，要我过来，先走这。为什么？必须得先走这。你有问题吗？没有啊，你比较有问题啦。你要干嘛？拍你帅。
有办法，那你就在原地说人吃是福，人吃是福。所以第二关就这么 peace 的过去了吗？对啊。好吧，我们也到达目的地了，给你下一关。人吃是福，做了跟他一样的表情。你的眼睛明明就是眯的，你睁那么大。好了，100分，100分。打开下一张纸条，中正路50号，冰淇淋。寿星最大，后面的妹妹们看佑哥很久了，一看到我在路就都跑走了。你这路这一段要干嘛？可爱。走。自备帽子挡住了，帮他拨一下。成功买到冰淇淋啦，开吃！你说明天再减肥。明天再减肥。最后一个信封，这什么脸？一口吞冰，跟刚刚的表情一模一样，太厉害了！你可以把甜筒也一口吞掉了。大家要记得追踪哦。没有，你的 IG 都不更新，超无聊。咱们不变，咱们吃冰，吃完最后一口啦。好，请妹妹，我要拿到最终大礼啦。什么东西？快点快点，你看那里，然后把它拼起来。长怎样？三张。那你相不相信我可以把它变大100倍？哪里？你向后转。生日快乐！这个啊，这个海报整个10月都会在，大家有路过的话，跟这个海报打卡拍照，配个这个 IG 账号，我就会转发你们的现实动态哦。你选我？你没有在选举啦，赞吗？我跟你讲，那个边长7公尺，你知道我在哪里做的吗？我在月子中心用你的电脑做，你还硬要过来偷看我在干嘛？我真的是做得很煎熬，你知道吗？那我的蛋糕呢？你的蛋糕就回家那两个啊。真的有人会来看这个吗？会啊，会吧，你们会吧？你们从桃园火车站走出来，大十字路口中正路 ，Innis Free 的上面就是佑哥了。佑哥，大家应该满头问号，这是三小吗？那现在都选举的广告，怎么会有一个这个？就你最特别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走在路上会跟你说是你告诉我你生日快乐的吗？你把你外套脱下来，翻到背面。看看你的背面，把你的帽子拿起来。我生日啦！一人一句祝佑哥生日快乐。我跟你说，整路都在录我都在录路人的反应，可是好像没有人跟你说生日快乐，好可怜啊！我也是